怎么这么乱呀？这是修理厂，你以为逛公园啊？这么多东西，我们上哪儿找啊？别看这放的乱，其实他们都是归类放的，好找。哎，你们仨干嘛的？啊，我们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我们在调查一台柴油发动机，型号是303A，你知道有吗？啊，有。有没有最近拆下来的比较新的？哎，这些都是我们新拆下来的。这儿有一台。怎么发动机号被磨掉了？哎，你过来。你是这儿经理吗？啊，是。这台发动机上的号怎么回事？不知道。卖主是谁？不知道。知道他叫什么吗？不知道。一台没有发动机号的发动机你也敢收？你想干嘛呀？这台发动机我们就当废品收的。还记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样？20来岁，当地口音。当地口音。是不是这两个人？不像。那他们是用什么把发动机送过来的？好像开的农用三轮车。走吧，跟我到局里走一趟吧。我这里太忙，实在走不开呀。这台发动机和一桩人命案有关系，你这是帮助凶手销赃。走吧。老徐，有结果。经过接电专家的痕迹修复，发现了被磨损的发动机号，就是两位司机生前开过大货车的发动机号。既然司机是二董杀害的，来卖发动机的人不是他们，又是什么人呢？难道作案的还有其他人？还真有这种可能。你们想想啊，二董是两个外地人，自从犯案以后，他的照片被贴得满大街都是，老百姓都认识他们。如果他们要再犯案或是销赃的话，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真的有可能拉拢一个当地人入伙。这倒是个意外啊，在他们之前犯下的一系列的案件中，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你见过那个给你卖发动机的人？见过。他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之一。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你配合我，描绘出这个人的容貌，行吗？选一张吧。这有点像。鼻子有点高。眼睛还有点大，这个像倒是像，好像这个地方缺点什么。您再仔细想想，好像有个痣。在什么位置？没错，就是他。你确定是他吗？确定。厉害了，同志们，动作一定要规范。好，大家继续练。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严队啊，曾经是全国女子散打冠军。真的？必须的。就在这帮人里边，是这个。你怎么样？我可以啊，我这能比严队差一点儿。怎么着也得是个亚军吧。从你眉毛上扬、嘴角张大的表情，我认为你是在吹牛。
不是，这么容易能看出来啊？你们怎么来了？严队，你刚才那个辫子太帅了。案子查的怎么样了？矿石和货车有线索吗？矿石暂时没有线索，但是我们经过排查，找到了被害司机生前驾驶的大货车的发动机。只有发动机啊？没错，凶手并没有把货车直接卖掉，而是把货车拆卸之后售卖零部件。我们是通过发动机号找到的。收购发动机的人知不知道二董的下落？不知道，因为去卖发动机的人不是二董，而是这个人。这是根据那个经理的回忆，通过电脑绘图绘制出了男人的图像。难道二董一直是三个人在作案？这是帮凶？根据那个经理的交代，这个人去汽修厂的时候操的是当地口音，而且驾驶的是一辆农用的三轮车，因此我们判定这个人可能是二董在当地找到的帮手。好吧，既然找不到二董，那就先从这个人身上寻找突破口。这样，你们下面啊，去查找货车经过路途的所有监控录像，看看案发前后有没有二董和这个人的踪迹。再一个，就是在周边村庄进行大量的排查，一定要找到这个人。是。那去吧。好，行，现在你先忙着。嗯。现在西南成果很好，同志们打得越来越好。杜局，凯丽啊，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你现在正在训练，不许误事。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你先回来吧。我这边查完了，没看见什么可疑的车辆经过。你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还没看完呢，但是暂时没有看到二董和那个人的情况，也不知道老徐在外边查的怎么样了。早过了下班时间了，你再仔细看看。我先撤了，明天接着查。走了。啊，你别走啊，你帮我看看呀。杜局。哦，严烈，来，进来。训练累吗？不累。坐吧。就是嘛，这些科目怎么会难得住你这个刑警队长呢？杜局，您这么着急让我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哦，哎，今年的训练与往年有什么不同吗？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觉得需要改进的？哦，还好。跟原来的差不多。师傅，这不是您的风格，您到底有什么事儿？您就跟我说吧，是不是案子有什么新进展？你先看看吧。调动报告下来后，本来打算等你集训完了再通知你，但是我想了想，还是应该早点让你看一看。我，正好既然今天回来了，你就别忙着回集训队，先回家回去看看啊。师傅，这个是局里的决定吗？
博士，这是组织部的决定。哎，这不是你自己要求的吗？不是啊，我怎么会呢？我从来都没有要求过啊。哦，我明白了。其实啊，换个环境对你也是件好事。外事处那儿的既安全，条件又好，在那儿干也不错。你也有时间多照顾家里边，贺云呢也会轻松一点。师傅，您真的是这么认为吗？如果是刑警队不想要我了，我可以走。但如果不是，那请您收回这个报告。只要不是局里让我走，除了刑警队，我哪儿都不去。严丽啊，我看你还是先考虑考虑，跟贺云也商量一下，决定好了再来找我。这个报告呢，就先放在我这儿，你什么时候想走，我什么时候给你办手续。师傅，我早就跟您说过，只要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不让我做，我会后悔一辈子。我喜欢刑警队的工作，我绝不会离开的。晶晶画的是什么呀？能告诉阿姨吗？姑娘，哎，来，喝点水吧。谢谢阿姨。不用。喝吧。多大了？26。啊，26了。你刚来刑警队吧？我以前怎么没看见过你啊？嗯，我刚来刑警队不久，徐磊是我的师傅。哦。阿姨啊，您怎么这么看着我？没事儿没事儿，我是觉着你像一个演员，崔宝玉，是吗？啊，我哪有人家那么漂亮？嗯，你比她好看，多好的姑娘。有对象了吗？还没呢。哦。哎呦，你看我脑子真不好，我给你洗点葡萄。不用，啊、不用，阿姨。没事没事，你坐。不用，您别忙了。没事。晶晶，这不能吃，快吐出来！哎呀，晶晶，快吐了，快吐了！阿姨，吐出来呀、啊！妈妈，我吃饱了。啊，那赶紧写作业吧啊！我想看会儿电视嘛。看什么看啊？赶紧写作业去。你什么时候去组织部了？组织部？我没去组织部。那你是不是托人给我调工作了？哦，我想起来，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前段时间呢，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吃饭，说你们公安局外事处的处长要调走，我就随口跟他说一下了你的情况。这个朋友啊非常热心，没想到这么快就给办成了。我希望我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插手。严丽，我这不都是为了我家吗？你看你一天到晚忙的工作不着家，整天的和那些罪犯打交道，压力有大，危险有大。哎，
就算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得为咱们东林着想吧。贺云，你还是个国家干部吗？警察这个职业是有危险，但是他也是一个职业呀，不能因为他有危险我们就不去做呀。如果所有的警察家属都像你这么想，那公安局还不关大门了？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我们警察，你能在家睡个安安稳稳的觉吗？行了行了行了，就因为你是警察，我的儿子才会被绑架。公安局的外事处有什么不好啊？级别不变，待遇不变，工作又安稳，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自己的工作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用再操心了。这可怎么办呢？阿姨，您放心，我一定要让静静慢慢好起来。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什么东西不能吃，他偏要吃什么，像蜡烛啊，还有蜡笔什么的，你不管藏到哪儿，他都能给你找出来。我跟徐磊呀，都制止过好多次了，根本不起什么作用。那静静经常这样吗？自从她妈妈走了以后啊，就常这样，像中了魔似的。哎，回来了。师傅，你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来看看静静。妈，静静又吃蜡笔了。是啊，今天画着画着又把蜡笔吃到嘴里了，折腾半天呢。这不刚睡下了。你好，阿姨，那我先回去了，吃完晚饭再走吧。不了，我爸妈还在家等我呢。那好吧，你路上小心点啊。师傅，我们过去问问吧。您好，跟您打听点事儿。你叫什么名字？再把我开枪了！站住！转过来。把手里的东西扔了，扔了。师傅，他不是画像上那个人。他也是一个通缉犯，因为入室盗窃在逃一年了。过来，丢下。
头抬起来。你是叫许峰吧？是。走。你认识这个人吗？我不认识。你跟他是一个村的，你敢说不认识？他是我们村的，他叫李小辉。他现在呢？这个我不知道，最近很少见到他。三位去哪儿呢？来三碗鸡蛋面，谢谢啊。不喝点酒啊？不喝了。对的，秋孙啊。哎，对了，老板，你看看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这事儿往派出所办去，别问我。那老板。哎呦，我眼拙，你问，没关系，你见过他吗？这个，前段时间好像从我饭馆吃过饭。他一个人吗？那个两个人和两个中年人。老板，你看一下，跟他一起来的是这个人吗？像。哎，你有没有听他说什么？哎呦，这个没听见，不过看他们挺着急，吃了饭就走了。知道他们去哪了吗？哎呦，这个不知道。喂，好，知道了。怎么了？徐队说已经查到了画像上的人的身份，让咱们先去找严队。那走吧，走吧。老板，面不要了。哎，几位慢走，不好意思。我们在市郊排查这个贩卖发动机男子的时候，意外的抓获了一名网上通缉的逃犯。据他交代，他认识画像上的这个男人，这个人是李庄人，叫李小辉。我们在热伦旗国道附近的一个餐馆里也了解了一些关于李小辉的情况。餐馆的老板说他曾经见过李小辉和二董在这里吃饭。不过仅凭贩卖发动机还不能足以说明这个李小辉参与了作案。这样，徐磊，你和夏凡再跑一趟国道收费站，仔细检查一下收费站的所有监控录像，找到证据。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抓捕李小辉了，再通过李小辉就可以知道二董的下落。是，好了，我的集训马上就要结束了。当然在我回去之前，你们如果能把罪犯绳之以法，那就是再好不过了。我们尽量争取。严队啊，等你回来之后啊，要做的第一件事给我们哥几个摆一庆功宴。没问题。好了，快去吧。好。等等，妈妈，你怎么来了？是接我吗？当然是接你的了。走吧。高兴吗？高兴。师傅，等这个案子结束了，我想带晶晶出来玩。晶晶不能整天待在家里，多带她出来走走，对她的病有帮助。那好吧，谢谢你。东东啊，你啊，赶紧抓紧时间写作业，妈妈做饭去了啊。妈妈，我想玩会儿手机嘛。先写作业，听话啊。我就玩半个小时嘛，求求你了。这次数学我考得非常好，老师还表扬了我。是吗？嗯，那好吧，今天啊，妈妈就奖励你玩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啊。嗯，好。冯总，哎呀，我的小祖宗，你怎么不等爸爸去接，就一个人回来了？那多危险呐！不是一个人回的，是妈妈接的。真的？不信你自己去看呗。哎，你回来了。啊。严烈，那天发生的事儿是我不对，是我没有尊重你。以后我一定注意，之前有什么事儿
多跟你商量一下。啊，对不起啊。没事没事，我态度也不太好。赶紧准备吃饭吧。啊，好。哦，对了，以后啊，你要是去接东东，就事先给我打个电话。要不，我今天到学校去没找着他，当时可把我吓坏了。啊，我刚顾着买菜，忘了给你打电话了。我知道了。回放这段录像。广大，调取这段录像，回去做特级处理。秋爷，那个严队长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嗯，再加码，不要停，想办法继续骚扰他，还要让他看不见摸不着，跟我斗。来吧。明白。严丽，今天回来还要回去吗？啊，不回去了，集训已经结束了。太好了。东东，来，咱们俩祝贺妈妈集训归来，好不好？好，祝贺妈妈集训归来。好，妈妈，我也要喝酒。嗯，小孩不能喝酒，就喝饮料啊。对，喝饮料啊。妈妈，这肉嚼不烂啊？嚼不烂啊？瞎说，我尝尝。嗯，好吃，嚼不烂。那，你看老爸吃啊，香，香。以后不许说我妈妈做菜不好吃啊。喂，喂，谁来的电话呀？哦。不知道，不说话，可能是打错。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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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了？这深更半夜的，你有新任务了？哎，没有，不知道谁，不说话。哎，不管他，睡觉吧。嗯，哎，睡吧，先过来。杜局。集训已经完毕，我可以重新投入战斗了。工作的事儿，你想好了？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除非刑警队不要我了，我哪儿都不去。那何云呢？他是一时糊涂，别理他。平时他还是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的。他要是不支持你的工作，我第一个找他算账。我还记着你们结婚的时候他做的保证。你放心吧，他不敢忘。那我就放心了。案子有什么进展吗？徐磊他们通过发动机的线索找到了二董在本市作案的同伙，叫李小辉，小李庄人。昨天晚上他们还连夜在国道的监控录像中发现了李小辉独自驾驶货车离开的画面。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这个李小辉是参与了作案。很好，秘密抓捕李小辉，可以让当地派出所配合你们侦查，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好。这几天你干嘛去了？跟几个朋友去玩牌来着。是不是又赌钱去了？这个家早晚得让输光。您别说，这几天手气还挺好。来，爸。不要这脏钱，以后你给我学好就行，少办点偷鸡摸狗的事儿。偷鸡摸狗？我从来没有偷鸡摸狗。
谁也不能这么说我，谁都不能。这刚回来，这又要去哪儿啊？买吃的去。哎呦，刑警来了，怎么不提前打招呼？找你有点急事儿啊。你说，我们在你的辖区里边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小辉。好，我们怀疑这个人和二董持枪抢劫杀人案有重大关系。好，我马上派人去查。等等，我们不希望激怒他的家人或者邻居，能不能找一个他比较熟悉的人去帮我们打听打听？大伯，马二呢？哎，你咋来了？我说小辉，他在家吗？他不在家，你找他有事吗？有个厂来招工，我觉得那地儿不错，想跟他一块去看看。哎，我们家小猴要像你这么懂事该多好呀，刚回家这不又出去了吗？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他说去买点东西吃，可能是在村头那儿。李小辉，都交代了，硬扛着对你没什么好处。李小辉，看样子你是头一回进来吧？我们既然抓了你，就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证据。现在是给你一个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说，发动机从哪弄的？我说。都是我一个人干的。那天晚上我在国道上看见两个人正在换轮胎，一时财迷心窍，趁他们不注意就把他们解决了。那你是怎么处理尸体的？我把尸体拖进驾驶室，开车把尸体运到一个工地旁边的空地，把车拆了就给卖了。你没这个胆儿？你以为你拆变形金刚呢？啊，你拆得了吗？直接问他，一针见血。董一雄和董成刚在哪？我不认识他们两个。他虽然表现很强硬，但刚刚他眉角向下，嘴角下拉，这是恐惧的表情。可能下班你去派人把他的父母接过来，记住千万不要惊动街坊四邻。李小辉，从我们现场勘查的证据来看，这件事儿不是一个人干的。李小辉啊，这时候回到贾大人医院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吗？枪毙十次都不够，你想替他们顶罪啊？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他们威胁你了吧？他们手里有枪，你见过那把狙击枪吗？我如果跟你们说了，我父母就没命了。他们杀人不眨眼，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我求你们了，不要再问我了，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就是你们枪毙了我也不能说。你以为你不说，你的家人就安全了吗？你们抓到这儿来，二董就不知道了吗？二董杀人不眨眼，这点你是知道的。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不光是你的父母，到时候连你的小命也会搭上。
那你们能不能帮我把父母保护起来？我保证，只要没有抓到二董，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父母。严队，你真有先见之明。等他的父母来，你看他的表现吧。要被父母带过来了。同志已经说了，你是从犯，又是初犯，要是能坦白交代，咱们可以减轻你的罪过呀，孩子，听妈的。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那个，大叔大妈，去门口休息一会儿吧。我是在外地打工的时候认识董成刚和董义雄的，他们出手大方，经常请我喝酒吃饭，渐渐的我们就称兄道弟了。前一段时间他们来找我，说想在这儿弄点钱花，让我帮着打打下手，他们说不会亏待我的。那银行门口的抢劫杀人案你也参与了？不，他们只是告诉我让我把车开到银行门口，我真的没想到他们会开枪杀人。后来他们分给了我20000块钱，我知道我自己上了贼船，就下不去了。那运矿石的大货车是怎么回事？怎么就突然想起来去劫货车？二董之前抢劫的钱花完了吗？为了这一点钱，他们去冒险，杀死了两个司机。他这是心虚。继续问。劫货车是你的主意吧？我一开始没想杀人，只是想把那车矿石解下来，给他们点教训。给他们点教训？以前我在山东打工的时候，就是在那两个司机所在的矿上做保安。有一天早上，厂里发现昨天晚上拉回的矿石少了2吨。而且那天晚上正是我值班，厂里的人都说是我偷的，那两个司机也说是我偷的。后来老板知道了，就把我给辞退了，工钱也没有给我。可是我真的没有偷，他们诬陷我，我恨他们，我发誓我一定要找机会报复他们。我知道纪委室有个冶金厂，他们定期会到那里送货，于是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二董，让他们帮我报。他们为了彻底拉我下水，就答应了。喂，来来，他们太欺负人了，我最恨别人说我是小偷了。我从来就没有干过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我宁可去抢，我也不会去偷的。小伙儿，你放心，这口气我们哥俩替你出，我帮你教训他。怎么教训啊？小花，你这个消息准确吗？是，他们每个月的今天都会来这里送货。那我们就劫了他们的车。可是你要把他们劫了，他们不还得找小花吗？把他们人全部干死。哥，劫车就行了吧，别再出什么人命了。你瞅你他妈那点出息，窝囊废，怪不得人家欺负你，你能不能像个男人？行，那你说怎么干吧。劫车的时间是在夜里，我们这个时候去拦他，他根本就不会停车。有了，小花，你得去替哥办一件事儿。